浪姐舞最大的看点之一或许是她。继续按年龄梳理阵容，第32位陈丽君，31岁，越剧演员，师从毛维涛。陈丽君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当红女小生，凭借在《新龙门客栈》里饰演的玉面修罗贾平公子，在网络上出了圈，把很多女孩子迷得不要不要的。她的扮相一整个英姿飒爽，十分潇洒。她的打戏相当利落，公主抱又很飒，这个单手抱转圈圈就很见功底，估计能吊打内娱很多男偶像演员。我看了一些陈丽君的采访，对她的评价是8个字：言之有理，言之有物。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她。反正呢，我一定会是去抓住每一个机会的，这就是我的一个基本原则。第33位，靳梦佳，30岁，芒果台四家主持人，媒介浪姐必不可少的元素。曾经和沈梦辰、刘烨、梁田组成天天四小花。靳梦佳是汪苏泷的前女友，她还是《中餐厅》第一季里的洗碗小妹。第34位，孙夏玲，来自越南，30岁。去年同样来自越南的知夫有亮眼的表现，今年又来了一位。孙夏玲有一首在短视频平台爆火的神曲，是和越南辣椒粉乐队合作的《轻松一下》。第35位，万妮达，29岁 ，rapper。2016年中国新歌声第13名，当年以一首改编版的《牛仔很忙》被大家认识。万妮达十分热爱自己的家乡，作为土生土长的福州人，她一直在推广福州，还用福州方言来说唱。第36位，32 Alex。